脑袋别动啊，小心砸到你，我可不负责。嗯，我知道了，你快点救我出来吧。哎呦我去，你砸死我了，你差点锤死我。老二你快看，这有匹马。什么马？这是头傻驴。说谁傻驴呢？哎呀你给我等着啊，我回去喊人，你给我等着。哼，我等着你呢，怕你就不是好驴。这里这么多人，猪偏偏拱你一个人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位姑娘一定姓郝，名白菜。喂兄弟，把门打开，你不要害怕，我又不是什么好人啊，不，我又不干什么好事啊，不，也不对，反正你赶紧把门给我打开。你妈妈出去了，跟着我老实一点啊。我不老实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打你怎么了？你能把我怎么哼逆子。再往上来一点。对啊，这感觉不错。爽。爽。坐下坐下，听不懂。你给我等着，老了有你好干。妈妈带孩子是想尽办法让孩子开心，而大多数爸爸带孩子是变着花样的让自己高兴。所以就有这么一句话，危险的时候爸爸最安全，安全的时候爸爸最危险啊。这烧香拜佛磕头的我见多了，但是大哥像你这样长跪不起的我第一次见。难以想象你这是碰到多大的难处啊。来杨仔，咱俩合个影。哎呀你的表情太丑了，你跟着我去啊，你跟着我的表情学。老弟现在舒服点没有啊？没有，我腿上这个口子还滋着血呢，你能不能先给我点血止血啊？ Sorry， 不会。老头子不走了，该起床了啊。再睡会儿，这都中午十一点了，你起不起？你还睡是不是？我让你睡。来了来了，别叫了，来了。这不来了吗？叫什么叫？妈，我要吃奶。吃啥奶？你看清楚了，我是你爸。